猪爸爸，你怎么把楼梯给拆了呀？到时候我们还怎么下去？哎呀，下去什么下去？你们没有听说吗？外面来了一只大怪兽，我赶快把楼梯给拆了，等会儿它就爬不上来了，我们就安全了。哈哈，小猪一家，我来抓你们了，不就是大楼梯吗？是难不倒我怪兽的，我很快就会把它给搭好的。到时候我要爬上去，把你们全都给拽下来，我还要把你们抓回去做成烤乳猪吃。快看呀，还有一块楼梯，我就已经搭好了。我的天哪，怪兽也太聪明了，马上就把楼梯给搭好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哼，我可不想被做成烤乳猪呀！奥特曼，奥特曼，你在哪？赶快来救救我们！啾咚，小猪一家别害怕，我来救你们了。哎呦呦，哪里来的小不点奥特曼？你信不信我一脚就能给你踢飞？臭怪兽，你看不起谁呢？等会儿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！变！怎么样？这回你还嫌我小吗？我去你的吧！嘿。